喂，嫲嫲，你去咗边啊？唔知啊，我唔知呢度系边度嚟嘅。荡失路，长者同家人都好着急，但系用乐灵科技就可以即时知道长者喺边度。只要长者带上智能定位产品，利用 GPS、WiFi、手机发射站三重定位，再透过手机 App， 家人就知道长者嘅准确位置。哎呀，妈妈！另一个系统可以用在院舍，院友不用佩戴任何仪器，院舍透过人面辨识系统就知道长者有没有经过主要通道自行离开院舍，这样对保障院友安全很有帮助。这些产品都会在11月22日到25日的乐灵科技博览展出。如果你对乐灵科技居家安老有兴趣的，就千万不要错过免费入场的。